大家好，我叫潘大伟，我来自美国的南卡大学，我是 IBCE 课程第二年级学生。我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我很高兴认识你们。你好，我叫方明仪，我来自加拿大，现在在南卡大学学习。我是 IBCE 课程二年级学生，我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方妹妹，你今天早上怎么样？非常好，你呢？我太好了。你为什么来香港中文大学念书？我的奶奶和我的爷爷是香港人，因为他们是香港人，所以我觉得香港的文化很有意思。真的吗？很有意思。对，为什么你在中文大学学习？因为从小时候我觉得中国历史很有意思，所以我很想学普通话。我觉得如果我来香港中文大学学跨国演出的中文是很好的安排，所以如果我来这里，我可以去中国内地旅行练习我的普通话。所以你觉得香港中文大学怎么样？我觉得香港中文大学很好玩。今年我参加了赛腾队，和我觉得这个队很好玩。你觉得中文大学怎么样？我觉得香港中文大学又漂亮又大，我很希望谁在这里，因为每个人都很友好，很好玩。所以你不用下课的时候，你喜欢做什么？我喜欢去维多利亚公园跑步。很好玩。谢谢。你呢？我喜欢去旺角，一边逛街一边去吃小的东西，很有意思。我很高兴认识你，很高兴。